提的那种，我五十天，这样拿钱，这样拿多钱，他们家的楼南的，楼里家的牛房子、牛房子米，要比多少钱都不，这样拿多的，钱银行嘛，不，就这样子干嘛呗？这些，那秘密，你也嘛呗？这些，这样都拿多的钱银行嘛，拿的自由。现在是不，怕被带动这个不良啊国家吧？嗯，好的，就是陈如现在呢，各位有举办了这种禅修营，举办禅修营呢，就是我们对佛陀呢是以法来供养的，我们聆听开示法语，我们实践禅法，这一切都是呢，我们就是来以法来供养佛陀的。凡是这些善男信女，凡是所有的行者们，在这个禅修的时候呢，各位要注意的事项。而接下来我向各位行者们来进一步的开示，这开示内容是可以应用在于是禅修营，也可以应用在于是各位的日常生活当中修行的时候。还有阿比在中在干啥说的有个老家的马戏家的布谷里，西瓜衣、绿木衣、金牙衣、巴扎衣，都得穿上嘛。家里人身体的看起的路，身体的看里边的，洗的巴的，洗牙，牙的看里，洗的家的看里，洗的巴的，哎，绿牛，洗牙牙洗的家里都洗完，洗洗，冷下露露的看嘛，开开洗巴的，绿牛，开开洗的布谷里，洗牙牙的布谷里。古代人那边干的比较，年年背下钱，故意背进阿片，谁家眼目的表比较，谁家的香兰比较，米也，罗的龙眼果木，漂亮淡淡，谁千年大大，龙眼不言对，啊阿比在江浙江苏的罗巴人，他讲五星阿来呗，第二罗阿头家的牛光大，牛光的米的布，第二罗阿头的干嘛布布比较。这个特难熬，阿比代表这个五波大师法的。我最主要呢，是我为各位行者呢是加油打气，就是来鼓舞各位行者的。各位在世间法里面，无论是各位从事做生意也好，或者是各位来从事推动宗教活动也罢，在这个任何的领域当中呢，往往都会呢会有一些。沮丧气馁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的瓶颈，遇到了一些的困难，往往自己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自己内心里面呢会非常的一种沮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听这些的鼓舞之语，也就是要给人家做一个鼓励勉励的。而我现在也是为各位行者啊，凡是参加禅修营的善男信女呢，我是来给予鼓励的。那么就是各位听了这一番的鼓励之语之后呢，可以激发各位的内心心灵，也能够可以的成长。这样都阿头家的几个这个都没有铺铁把的。我们禅修的目的呢，最主要是为了要得解脱。哎呦把的都没有马龙说了你们都现在嘛我当的呀谢谢个地西你的培养你的多吧，如今目的啊里多大，谁做谁捏他里，我哈没地主的目的，慢慢那，通了目的，哎里路，谁也捏几里干的，人苗木不大，人苗钱又输大吧呗，里路人苗木不压不严，这压不就是阿头家的，里路输路钱些吧嘞。何谓解脱呢？我们在过去轮回的过程当中，我们内心里面。就有的这些的贪、巴利与罗巴，而内心里面不满意，或者是一些的情绪的所谓的嗔、巴利与多萨，而内心里面的无明、愚痴的巴利与摩哈，而内心里面的所谓的共高我慢的心，所谓就是有慢心、巴利与满那，我们内心里面就有了这些的污垢。加以束缚了我们的内心，以至于我们的心呢、就没有办法得解脱。我们借由禅修，
我们为了就是呢能够可以心灵的得解脱。解脱巴利语维摩地。那里轮妙木古皆是奶奶的亚里维加罗维摩地巴萨嘎的亚里鲁苏亚马人。能够可以那是行能够可以那是获得解脱的方法呢巴利语叫做是维摩地巴萨嘎。维摩地巴萨嘎说的是个龙里耶黑白嘎轮妙木古皆是他的人家的地亚马人家的亚阿弥陀佛的阿拉古印的里阿弥陀佛的地亚马促进解脱的这个方法呢巴利语 Vimodi Basaka 它一共有呢是有五种，这五种呢就是各位都已经耳熟能详的所谓是五根，跟巴利语 Indriya 在你亚片阿拉古人都比较嘛力量来杀没输赢印的里亚阿弥陀佛的印的里亚阿弥陀佛不阿弥陀佛的地亚来考完的。假如呢各位都 有研究过阿毗达摩教法，相信各位 都已经了解过一番的五根，其实也叫它的另外一个也叫就是五力。无论是说五根或者无论是说五力，这内容都是一样的。第一是信，信巴利语 Sada 是有信念有信心，而第二个呢是精进巴利语 Viriya 是努力的，而所谓呢是念巴利语 Sadi 就是时时不忘，而所谓的定巴利语 Samadhi 内心的平定，而会巴利语 Banya 就是所指的是智慧。那里阿弥陀佛那么的阿拉的阿拉达几个路是吧的几个路是吧的，这五种内容当中那么以信为首，那么这个信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几个路是吧刚上嘛为今天这个一地这个嘛一地啊阿周家的干嘛不也行的那路那的嘛用几件是的第二个嘛用几件第二个嘛用几件但阿婆妈用几件，孤独感、阿孤独感，婆妈刚来就说就用几件说的，用几木卡啥，几木七八的，哎呦，几木用几件，细的多讲，古色古，用几件开嘛木细的多讲，古鲁牛啊，这样拿件，这样就见古，上月加件七八的。以信为首，换言就是呢，信，这个就是好比领导人。那么各位呢是随着这个信念，各位来到了我们现在的禅修营，我们对佛对法对僧伽有信心，所以各位内心里面的信心的触动之下，由他的被他领导之下呢，各位来到这里来参加禅修营，各位对善业对不善业呢也有深入的有了解，所以呢这个是以信为首。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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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五力呀，也的力也，那八撇八嘞。那么五根里面的第一根就是所谓是信根，信根结束之后呢，紧接而来的就是精进根，还有所谓的念根。那么力呀，它他妈的撇比了，那么阿罗念呀，歪撇八嘞。而第四呢是定根，至于第五呢，叫做是慧根了。那里。那么的他的阿姨陪你的那么那个的无理呀那么动的的地那么离别的他妈的无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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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五根里面呢，性根的部分我不需要拿详加说明，我接下来将会说明的是所谓是精进根、念根。至于定根的部分呢，我可能也会跳跃过去，那么我直接来说明慧根。所以呢，我只要讲三种内容，精进、念以及是慧。哎呦，吴先生，你阿弥这个带动这个要加的卡嘛，以这个龙东龙五呗，以这个龙东龙也一把五五斤，年年切比多，要加比嘛偏把的。我这一堂课呢，最主要我是为各位呢来是说一个勉励鼓舞的，所以各位这一堂课当中呢，最主要了解这三个内容即可。第一就是所谓呢是精进，第二是念，还有第三是慧。我们今天第二楼阿头家的有一代哈，那时候比较难年节的代面，第二阿头家吃的比较少，那时候比较年节比较的，以那个阿爷他妈，因果的啦，那个是啦，是吧？哎，那里因果的啦，那个那个你比如阿爸那个都是的，以。有一路是阿弥在中这个阿弥陀佛在那里的佛家弥陀佛。各位行者，现在呢实践禅法，也就是根据佛陀的所教导的方式来加以来实践禅法。我今天向各位行者们开始一部经典，这一部经典呢出自于是增支部。我们佛陀所说的一切法，我们可以五部分为五部，其中有一部呢叫做是增支部。增支部巴利语 Ingodara Nikaya， 其中有三法，三级法，三级法巴利语 Diga Nibbada， 其中有一部经典叫做是究竟经，究竟经巴利语 Abhanaga Sutta。 Abhanaga Sutta 在这里我们要说一下了，应该中间的一种呢，不顾地，买来一杆，买到进屋，进来不顾吃的，阿到的家里公布一下，对，领导了白的，领导了白的教务，进来不顾吃的，比如没嘛的。佛陀就在这部经里面呢，曾经有列举了三种法。佛陀说啊，诸位比丘，凡是具足了三种法的比丘，毕竟呢。能够可以得证悟，也就是究竟证悟。哎，罗主丹啊，西瓦伊龙安我罗的健康嘛，从聊到不顾自家的，比如地在哪里的不顾的自家的，阿将娘的当在家了，牛的西瓦的，哎罗将娘当在健康嘛，以慢干的阿将娘牛地的是不是？以慢干的阿将娘在。比如讲讲在在南面是如此，那里不不啊，这个都亚丁亚太的矿业，就这样的古建地堡，亚奈那古不能把里路阿盘那嘎丢掉吧？哎，好，比如说呢，各位要经商贸易的时候呢，往往都要去寻找比较有资深的、比较有经验的这些贵人，我们给予呢就是去请教、请益他。我们得到他给我的一种珍贵的建议之后呢，各位按照他的这个建议呢是去进行。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各位在经商贸易的过程当中，你必然也能够可以获得了许多的利益，这是必然，也就是究竟。所以这种的部分呢，我们也巴利语叫做是 Abhanaga， 是势必或称为是究竟。如来为灭杀别个，别个阿土留下的不顾的，对，其里头阿多的阿里，公看比罗里阿吉的，皮包内部人对他两年节皮包的，阿里两年节都没有带没来拿没见到没，灭杀别个娘家的带来拿见到没是如此，第二路第二灭里阿吉的见皮包皮没路，他们来一看，慢的见的他两年家来家皮包的。同样的呢，是就在这一部经里面呢，佛陀也就有列举出了三种要点。各位能够可以持守，能够可以遵守这三种要点的情况之下呢，必然能够可以呢是这个获得了所谓的漏尽智，必然能够可以断除一切烦恼。
必然也能够给的证物，则是就近证物。那么应该总结什么？那么这个跟利益路勾搭多罗路比如巴利路口吧呢？那么这三种要点当中呢，第一个呢是巴利语 Indriya su kota dwaro。那么 Indriya su 是个什么 ？Indriya 巧妙是吧？哎，也是那那下古塞是比较 Indriya 巧妙是吧？哎，巴利语 Indriya su kota dwaro 是守护六根门。说到了六根门呢，我们自身当中有六根门，分别就是呢眼、耳、鼻、舌、身、意。哎呦，你看阿牛啊，阿牛也看那个嘛，心里的，对呀，看那个多嘛，心里的，对呀，阿牛就嘛的，也是啊，也是拿拿下古岁数的，对呀，巧牛啊，你看那牛蛋也看那个的嘛，心里的，对呀，没有他。伊在地家地呀，地里阿片，他有抓啦，比如叫阿爸们。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六种根本呢，是每个人自身本来就有的，它是处在于是内处，所以呢是这六根本呢，另外一种的名称叫做是六内处。六内处呢，巴利语伊在地家阿耶森呐。我们也可以叫做是那六门，门巴利语 dwara。dwara 是啦，那个比的嘛，伊在那布谷的嘛，在瑜伽的这个龙语的嘛，巴巴的 dwara 是啦，在卡巴路一路这边亚巴的。巴利语 dwara 门，说到这个门呐、啊，尤其是各位曾经学习《舍阿毗达摩议论》的时候呢，各位都对这个词汇呢。会有相当的熟识一番的门巴利语 dwara， 它的意思就是门口。dwara 是的，你的卡包干的，有的也问呀，出呀，去哪的？你们都也黑吗？怎么你们都也抓来哪的？哎，老用机的吗？公台机的吗？的卡包的是吗的？你的卡包的啊，你比如问的不过来问，出的不过来问出，哎，有问呀，出呀，我那个巴利语。巴利语 dwara 门口，为何叫做是门口呢？因为那是就在这个洞口当中，或许有人进，或许有人出，能出能进，故名为是门口。好比是各位的一栋房子里面总有大门口，或者是各位的百货公司也有所谓的大门口。从这个大门口当中啊，有许多人，他们就是能进能出，故名为是门。你看那个嘛，西大那边，大家巧妙提起吧嘞，哎，大家巧妙啊，也是说的，大家拿说的，大家那看说的，大家包，下说的，大家包，看那个说的，大家包，谁说的，大家包，说的，大家包，巧包起吧嘞。同样的呢。在我们的自身当中啊，也有六种的门口。那六种的门口呢，我们眼睛也是一个门口，耳朵也就是一个门口，鼻子也是一个门口，舌也就是一个门口，身体身也是一个门口，我们的内心也就是一个门口。于是呢，一共有六门。这里这个阿宝说的在那我来出来呢，我呀出呀的是嘛嘞，把哩我呢出的东西咯，也是这个阿宝嘛，明白个？阿勇就说嘞，他讲嘞阿勇，说嘞阿勇，伊英文呢啊，也是这个阿宝话的，就问了的吧嘞。那我们的自身当中就有的这六个门口当中啊，有哪些是有进，而哪些东西会有出呢？比如说我们的眼门。我们外在的这些的色所缘，也就是景象、影像啊，那么就是借由我们的这个眼门口啊，它就是能进能出。那大家我讲你的，就你比如说阿爸们，讲呢阿勇出的阿勇，讲呢咱出的咱，你问了的吧嘞？同样的呢，是我们的耳门当中有所谓的好的声音、不好的声音呢、啊，从我们的耳门里面呢是进入的。
同样的呢，假如各位的嗅觉都没有摔坏的情况之下呢，各位的这个鼻门里面呢，会有所谓的好的气味、不好的气味，包括是有人在烹饪的菜香味，或者是有人这个喷洒的香水味，这些的味道、这些的气味呢，也就是从各位的鼻门当中啊进入，然后下的嘎巴就把的，那里下的嘎巴个下高米的是路西人，底下我妈亚达西的亚达炒牛、炖牛牛，古寨的乌沙、古麦寨的乌沙，把别别别下我妈进来讲的那边呢，底我妈亚高呢，他们高木啥底下片高呢？亚达么高呢？亚达的呀，底下的嘎你比较我要哪样去把的？同样的呢，各位的舌头，各位有了所谓的那是非常。这个敏感的这种的味蕾的情况之下，各位的这个能品尝的这个味道的味蕾呢，并没有摔坏的情况之下呢，只要是我们的食物呢，只要放在我们的舌头上面，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各位都能够可以感知到有好的味道，有不好的味道。换言就是呢，好的味道跟不好味道呢，是从我们的舌门当中啊进入。然后，家呀，虽然看那个这家伙被骂的，你看那个鱼啊，有啊不呀？没洗过，头呢、肩呢，没洗过，是不是？那里看那个也是一般，慢着伢的嘛。而且边边干的比较，看那个拉比较多没、低没、高没、三大没，是不是？你看那个也对吧的？那里路对的健康嘛，你看那个要拉拉拉的呗。高呢，对地，你呢多了高；么高呢，不如今呢，对地，你呢多了高。以阿勇你看，你看那古的阿伯看你温暖的吧嘞。同样的，我们的这个身门，各位身体是健康的情况之下，并没有呢，就是有生病，或者是各位的身体没有麻，或者是酸麻这种的避开了，除了这些现象以外，平常自己的身体呢？只要有接触到了任何的这个触感，包括的是这个粗糙的触感，或者是细微的触感，各位都能够可以感知得到。那么换言就是呢，是这个触所缘，凡是能够可以接触到的种种的这种的触所缘呢，从我们的身门当中进入。那么巧啊，说谁的家宝就买的，一集中谁的家宝买呗，第谁的家宝啊？这个阿宝家罗，我那个路啊，面是拿拿下过路的，干路、铁路、水路、地路罗没下过，干路、铁路罗没下过，干路、铁路那边什么地方？哎罗，谁说的？这个阿宝家罗，地路也麻烦。哎罗，地地的说罗，你们家阿勇的爸妈，你哪里啊？有啊，没事就行。第三个里呢，阿勇，刚呢阿勇那边对到江西没？不刚呢阿勇那边对到江西没？哎罗，对。那最后呢是意门，这个意门呢是极其的重要了。意门的现象呢，别于是前面所说的眼门、耳门、鼻门、舌门以及是身门，因为是意门，我们的心意啊没有办法能够可以触摸的。我们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呢，或许我们可以的触摸。我们可以呢是实际呢是拿给别人看的，可是我们的心意呢是无法的触摸，也无法拿给别人看。但是呢，我们也能够可以知道它的升起，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想哪一些呢？想的是好的，想到的是不好的。反过来说呢，是好的念头、不好的想法呢，是从我们的意门当中。进入，顾名为意门。到底啊，下来不鼓励对，那时候底下个，伊印度的小米乌啊，地塔布，就阿得路，路没嘛嘞，还有到底，那是拿下古塞出来，伊
kābhau dīgā nī chā bīn rūpā yung, dādhā yung, kāndhā yung, rādhā yung, pūrāpā yung, dīgū āyung nī mūmālā āo, tārī thāgu, tēng tēng gu yāng dvē, nyā sāng bīyāngā, nyō jā jīn pīpārē. 凡是求法的行者呢，都必须要去了解自身当中的六门，因为是这六门呢，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是极其的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的色所缘、声所缘、香所缘、味所缘、触所缘跟法所缘呢，从我们的六门当中会有进入。所以佛陀就是说呢，在修行者呢，他必须以正念加以守护自己的六根门，所以一位修行者而言，守护六根门是极其重要，这是佛陀的指示。我那个比较个的，第一这个长油，对吗？那么这个也是这个什么的？哎，你也是这个你，平安你，阿勇你问了吧没？阿勇你问了的路呗，姑爷也是这个我讲你比较。阿边我嘞呗，阿用帮助我嘞呗，难比了，记得吧嘞？还有难记得健康嘛？也是面馆嘞，搞嘞阿用嘞呗，面拉得吧嘞？古路进嘞阿用哩，搞嘞阿用哩，面拉得得路；马路进嘞阿用，马搞嘞阿用嘞呗，面拉得吧嘞？我们六根门当中，首先是眼根门，诚如刚刚有所说到的，外在的这个色所缘呐，从我们的眼门当中进入。同样的呢，我们的心识也是借由这个眼门去攀外在的色所缘，它我们的心识也就是透过我们的这个眼根门呢、啊，去看着外在的好的景象影像，不好的景象影像，所以好的色所缘、不好的色所缘呢、啊，从我们的眼门当中进入。例如，你是这个老板，你这边阿友。问了的情况嘛，这个六国的阿勇力啊，古的国家的在的路径的速度线，但有为啥？这里阿边罗巴路可怕的，古么路径的阿勇，古么在的阿勇，古的我们家的不古没有对阿路线，谁提个你比如没见那么多大的压力，晓得吧的？透过眼门，各位看过去一个对象，也许这个对象是可疑的、可喜的。所以呢，当下各位的内心立马就会得升起的所谓的贪婪或者是贪爱，或者是各位借由这个眼门看过去对象呢，是自己不可意的或者是自己讨厌的对象的同时，各位内心里面不满意的情绪的升起，这就是所谓呢是嗔恨巴利语多萨。例如阿勇的文มาลาองเนสวาพยาก็ตาสีได้ตาสีผู้ညွန်ကြတဲ့အချိန်ခါမှာမျက်စိတကားကနေဝန်လာမဲ့အာယုံကိုထိမ့်သိမ့်တဲ့အခါမှာအဲဒီပုဂ္ဂိုလ်ကမိမပဲဒီပုဂ္ဂိုလ်ကတော့ဖြင့်ယောက်ျားပဲလို့ဒီလိုမျိုးကြီးကြီးမားမားကြီးလည်းပဲဟလာမိမပဲယောက်ျားပဲလို့လည်းပဲခွဲကြခွဲခွဲပြပြသိနိုင်တော့အောင်မကြည့်ပါနဲ့နောက်တစ်ခါကိုကြိုက်တဲ့အာယုံမကြိုက်တဲ့အာယုံလေးမှာအသေးစိတ်လေးလက်ကလေးတွေကဘယ်လိုခြေထောက်ကလေးတွေကဘယ်လိုအကုန်လေးကဘယ်လိုသွားလေးတွေကဘယ်လိုအဲ့လိုအသေးစိတ်လေးတွေကစပြီးတော့လည်းမကြည့်ပါနဲ့ဒီလိုကြည့်လိုက်ပြီလို့ရှိရင်ဟိုလိုချင်တဲ့အာယုတွေ့လို့ရှိရင်ဒေါသဖြစ်ပြီးတော့မလိုချင်တဲ့အာယုမကြိုက်တဲ့အာယုတွေ့လို့ရှိရင်ဒေါသဖြစ်တတ်ပါလေအဲ့ဒါကြောင့်မျက်စိတကားကိုလည်းပဲအကုသို့မဖြစ်အောင်ထိန်းသိမ်းရပါမယ်在诸经当中佛陀也有指示到的是当自己的眼睛看到对方的时候呢不要加以去分别对方是男人女人，看到的时候呢只是看到罢了，那么呢是不要具体的去加以分析，再者呢也不要呢是借由自己的眼睛去看各个身体的部位，比如说就去仔细看了对方的手脚，或者是他的眉毛，或者是他的眼尾，或者是他的牙齿，或者是身体的有一些的部位，各位呢是就有去注意到了这些的部位的同时呢，喜欢的就会得升起的贪心，不喜欢的呢就会得升起的嗔恨之心，所以佛陀就说看到的当下呢要
提起正念，以正念来守护眼根门。哎，罗达乌丁啊，以那么的，也是这个呢，本身就要进去吧的。然后这个包就那边，以这个包炒牛皮的思路去呢，乌丁啊，也切比较要你这样不留话，不把个那乌丁那不拿那样的，那这苦差别方面，要给伢以这个炒牛。是的，那我就是以这个眼根为一个例子。如果是各位了解这个眼根的例子的道理的情况之下呢，其他六根门的这些内容啊，也就是可以呢是以此类推了。那么当然我接下来也会再举一个例子，不晓得说到这里六根门的部分呢，各位了解吗？有问题，有问题，对不对？对不打气也的。好，请说。师傅头先就讲到咧个根嗰个门咧，就有进有出，我唔知有冇听错。嗯。咁但系我哋而家个感官系主要系入噶嘛，即系个景象接收多，接收哦，出系出系指咩？可唔可以解释下？翻译唔到。怎么啦？我点啊？咁啊，试下都咁啊。比如说的抓了嘛，阿威克阿威克国跑了过阿威克国地的呢，出个把我收入来的，抓了嘛，出点收入把我收入来的。抓了是啊，电啥的，打包就电啥，打包个我呢出点不？谁家的我呢？偏阿勇的我呢？我哪的？出点收入都谁家偏阿勇要多少？各个业咧就即嗰啲出边嗰啲。我哋睇到嘅嘢，即係睇到嘅嘢啦，入咗嚟啦，出亦都係即係我哋嘅入邊嘅嗰個阿勇係所緣目標，所緣所緣，我哋嘅所緣出咗所緣目標出嚟嘅咁嘅意思。都唔係好明，即係你睇到他不懂呢個意思。我出到。拿你，回来就要进来个，回来了，我们出来。多进来两杯，看到了吗？多进来，啊，有多进来。就是说，你去看了别人，你看过去，看过去就是去先跑出去那个所缘上面，对不对？看过去，听过去，你个心出咗去咯，即系你心出咗去。出嘅意思系个意，即系个心意出咗去。都色啊，出埋。你眼色都有噶，色啊，你眼耳鼻舌身。多进来的，多进来。啲阿勇多进来。你去攞出邊嘅目標咯，定你個心出在攞出邊嘅目標？我拉咧，蘇拉噶，你睇，我拉咧，蘇拉噶，我啊，阿勇咪曬聽咧，都係一時咧嘛，拉聽啊，你都搬起嚟唔見啦。哦，即係入嚟咧就你一打開佢，你就會見嗰個影像喺你嘅眼裏面已經有噶啦，嗰個入咗嚟啦，出咗去咧就你嘅心係去睇嗰個。目標咯，因為在出大隻咯，我咁樣搞，只不過係知啊。即係你係有意去睇嗰個目標，出就係你有意。入嚟咧就你係冇意嘅，你一打開就你見到噶啦，你係冇意嘅，但係佢就已經係你嘅眼裏面。意思係咪即係話，譬如我見到哇呢個蘋果我好中意嘅，因為我見到呢個蘋果，而我當時好想食蘋果，我就想去攞佢，即係。個心意想去攞嗰樣嘢就係出咗去，有意思咁樣。我都話幾樣，而班啲路都話路線咧，都話要都話要嘅數咯。都話要嘅數咧，啲老母啊出多難啊！即係啲睇下你哋家路線，食個老都攰咧，只苦也未咩，真係下啲嘢真係咪呀？睇下你哋話，我咪阿姨聽住都要咩？แต่เราอุตส่าห์เรียนรู้อะไรสักอย่างนี่พี่รู้อากูดูแต่ก็ลูกเรียนวันนี้ทั้งเด็กเด็กเลยอีนี่สิมาเลยอากูดูเลยวันนี้ถ้าเราวันละเด็กเด็กสักเราก็เดียวกันจะยาสีเขาอ่ะ一个字即系一个意思佢唔可以讲得好清楚咯即系佢嘅意思系你当你嗰个门打开嘅时候好嘅唔好嘅都有出嚟，
有出嚟，有入嚟，有出去嗰個意思咯。即係唔可以好似你頭先咁樣咧，好點樣講咧？用語言啊，去好清楚咁樣去解釋到。或者好簡單，入就好明白啦。即係個影眼門就係個影像入咗去啦。咁出嚟出咗啲咩咧？出咗就係你嘅意思，即係譬如話你突然打開，出咗去。你打開嘅時候。即係我個蘋果係已經係你入咗嚟你眼啦，你想去攞，想去攞，你嘅心意係出咗去想攞。出係個心意出。心你嘅心意出，頭先佢有講，你嘅心係出去去想攞嗰、那個。你有嘢你走咗出去咯，你嘅心係走咗出去咯。你如果你見唔到嘅，你嘅心唔會走出去嘅。走出去走出去嗰樣嘢，入去就係嘅影像，出就係個心出去。到 win 啊，而班啲嘅遊牧咯 ，Twitter 噶都係識噶 Twitter 啊。嗰陣要點啊？誒會唔會夾唔到？會唔會唔可以咁樣咁樣去理解？咁細分。咁細分咯，係啦，冇咁細分，唔好用出入去諗。成個腦夾住，夾住。成個腦夾住你，你一咪有到。你如果個語言上面你夾硬要好清楚咁樣去分解咧，好難分解嘅。嗯，係一個比喻咯，咁樣咯。你啊阿通路有咩唔知啊？啊，要加班要啦，睇下你嘅時間都唔夾唔到，要對住啲乜先係咪話啲班？哦，即係佢就點樣去修行嗰個方面，佢會教我哋。就只關於嗰啲字眼上面嘅嘢咧，就慢慢去你慢慢去跟咯咁嘅意思，唔好喺呢個字上面我哋太多，即係你擺太多嘢，變咗你會好執著咗，佢唔想咁樣。OK， 輝師，我想問頭先嗰個咩經啊？係咪針之蒲呢啲廣東話詞啲先講？繼續，繼續。係咯，一時啊，你如果見阿勇咧對住情感嘛，多巴多咱們知道。一時咩啊？一時佢上小巴，就叫做咩嘛咧？即係咧阿勇你咧，咪叫做咩？哪個你阿等啥咧？阿勇你揾下咧，看嘛，阿啲腦部拉住咗，哪啲啊高哪嘅，哪啲啊唔高唔嘅，打唔對嘅，等打唔歪嘅，等都叫做咩嘅？哪也闹过，阿勇闹过，我来边呢，阿古都没撇啊，谁古听阿爸没？那康卢夏卢卡那古古，哪里来呗？阿古都没撇啊，罗巴阿古都，罗达阿古都没撇啊，卢金木呢？谁苏木？那金南木的没撇啊，谁古听听哪古？听的里都够大抓咯，听的里古听听见，比如这个下巴嘞。避免呢是借由自己的眼根门呢。就是内心里面升起的贪嗔痴，所以呢，各位在看到的当下呢，以正念来加以守护自己的眼根门。同样的呢，是各位的耳根门呢，听到了这个声音的时候呢，不要随着这个声音而自己的心呢，不断的追逐着这个声音，到后来自己内心里面呢，会有分析说，这是谁的声音？这个是某某人的声音。这是好的声音，这个是不好的声音，这就是自己的心呢、在追逐着这个声音而加语呢是分别出来的。到后来呢，自己的心也会有烦恼重生，喜欢的声音，自己的心因此而会升起的贪心；不喜欢的声音，因此而自己的心呢也就会升起的嗔恨心。所以呢，是这个。在听到的当下呢，也必须以正念来守护自己的耳根门。同样的呢，是鼻根门、舌根门、身根门，以及是意根门，也是以此类推了。各位，凡事呢是接触到了所缘境的时候，避免贪嗔升起呢，各位就是以正念来加以守护。这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典里面呢。佛陀首单列举出来的守护六根门的所谓八力局 ，Indri Indri Yesu Goda Dwaro。那时候呀，你在太多情感中啊，啥都比的，啥比不离的苦，增加比你的不提及的话，叫我们怎样很难的，见不着佛家比方面。
而接下来我就要来列举的是佛陀时代呢是有学问非常有学问的一位尊者，而这位尊者呢是他也在教授经典的，对于他的典故呢我向各位行者来加以说明。ดูเยอะตัวสามีบริยาดีเต้นนี่พี่แม่อาสามีบริยาดีอยู่เต้นจ้าไปไหนเนี่ยอาสาดัดเดสุดเลยอีมานาลีก็ชินเลยการจัดรถเนี่ยส่วนพี่อาดูเนี่ยช้าไปเนาะย้อนไปสู่ลิชิบาร์เลย而佛陀时代呢就有一位尊者是他非常有学问的，他过去呢是有学习过相当多的经文，接下来呢他也是在传授给别人，所以他在他自己的内心里面呢不断地高举自己说我是有学问的。可是呢对于这个部分呢佛陀就是对他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佛陀呢每次看到他呢都要为他呢是提点。耶稣比亚的内恰有所无辜看下的看下的这一天嘛我们今天批评了我们在第二路第二面的样下面是比较多样的每天无意的多少年少年每天无意的多少年有多少年一天嘛那边一天哪一天你才能多少年去办的一天嘛那边一天哪一天属于没那种贵人力啊那边一天哪吧呗。每一次都佛陀看到他呢都会去讥嫌他，佛陀说只会那是学问而没有在修行，后来每次被佛陀呢有提醒又被佛陀讥嫌的情况之下，这位学问丰富的尊者呢他就是毅然决然就要到深山里面去修行。他就到的一个深山里面呢是有一群修行者，全部都是呢阿罗汉圣者，甚至呢是最小的沙弥也已经证得了阿罗汉圣者。哎呦姑娘的话不提及啊，多讲你这嘛事嘞，延安路的地都没提到，比如先别啊，就比如古阿古呀，皮都无啊，比啊，比如也阿古呀皮巴，米库呀皮巴，都来看见咯。第二大当年没提一个那边，那边叫你的伯姑那边去的，这七个那边都也马那古闽西路的多讲，新街新街的阿家没提，但都过来第二没比如呢，阿家伯姑是嘛，多比如第二当铺娘家话的，比如当年当年的老松咯。我很爱用现在我们的例子有多少比较你要当我先给先给娘家来吧。所以这位学问丰富的尊者呢就到了这个深山里面，看到的是里头有一群的修行者，也一群的出家修行者呢都已经是证悟了，所以他就去亲近，也就是呢去请教年长的长老说，长老可否呢教导我如何来实践禅法。可是这位长老呢看着是一者他是学问丰富的，再者呢是他有我慢心，为了折服他的慢心呢，这位年长的长老呢就对着学问丰富的尊者说，我不便教导你，你呢就去找第二位尊者第二位长老。于是这位学问丰富的尊者呢就去亲近第二位长老，而第二位长老也为了要折服他的慢心呢也不愿意教导他，于是呢这位学问丰富的尊者呢到后来也就去亲近了最年轻的沙弥一位阿罗汉圣者。还有我们的古人里的第二大家呢古人里的比较对古的第二的比较เดี๋ยวอาทุนนี้อยู่ไปไล่มาเลยคุณก็เปียวกูเซ็นเปียวแก่เลยญาติหน้าหน้าชากูเสกสุดเลยเดี๋ยวเอ็นดวาระ6มิวเลยมา Number 6ขึ้นแต่มโนดวาระสุดเลยมันน่ะเสกดวาระเนี่ยอลุลุออกมาဖြစ်ပါတယ်အဲ့ဒါနဲ့เสกดวาระเนี่ยเสกมาอลุลุခုရန်အတွက်เสกနဲ့ပတ်သက်ပြီးတော့တရားကမ္မထာနှလုံးသွင်းဖို့ရန်အတွက်ကိုယ်ရင်လေးကညွှန်ကြားလိုက်ပါတယ်而这位年幼的小沙弥呢就看着这个学问丰富的尊者呢就教导他了一个禅法的道理。这个禅法的道理呢诚如我刚刚有所说到的，我们六根门当中啊一根门是极其的重要，我们的修行都是呢是靠着我们的一根门，
于是呢，是这小沙弥呢，就对着学问丰富的中者呢，说明了一个禅法的要领。哎呦，我跟你讲，我妈的姑娘比方嘞，当铺的姑妈包巧包起嘛嘞，伊包巧包的安尼，巧包的安尼比较，伊普及的高啊，当铺的温度嘞。伊往多嘞服务，看见嘞是路是，阿包吃包嘛，阿包古龙王杯也把面，现在嘞包干的比较，伊往多嘞，伊瀑布上比较看有阿嘛皮巴嘞，阿里路里呢，底下有那龙多嘛，比如底下有路就，娘家比来巴嘞。于是呢，作为年幼的小沙弥呢，就对着学问丰富的尊者呢，说明了一个禅法的道理，就说呢是有一个土墩。也就是一个所谓的那三丘，这个三丘里面呢是有六个洞，恰好有一只蜥蜴呢，就是从一个洞里面呢钻入到土墩里面。那么接下来年幼的沙弥呢就对着学问丰富的尊者说，假若呢想要抓住里头的这个 一条蜥蜴的话呢，就把六个洞里面的五个洞呢就把它堵起来，只打开一个洞，就在打开的那一个洞的门口那边你守住，你必然能够可以的抓住里头的这一只蜥蜴，就告诉他了禅修的要领。哎呦，我跟你说这个窗户嘛那边面试呢变成阿勇呢提开把的我要住那户拉比尔提的路那你就得一点的必要其他的不帮助，他开的那包路可巴的，腰中的苦啊，我拉比罗不带米去巴的，哎，路不带的就讲，所以说比如路高呢，阿勇呢不带米，罗巴去带的，不高呢，马路近呢，阿勇呢对应罗丹去带的，哎，路去带的路人路啊，比如路啊巴的，他讲面试拿下鼓出来，拿包敲牛鼓，阿鼓都去带罗巴路罗丹路，他去熬，听听啊巴没，比如。听听呢，看下咯，有阵路，伊打的有龙天母做啥咯？有阵路松龙下咯，别伊年年有松龙下咯，别伊个，但呢不得比咯，每家的自家的困难是法的，还有第二路阿头家的干嘛？伊第二路阿头的婆婆的嘛，伊印度里亚那伙拉地啦，龙江湖就阿巴的，印度里亚那伙拉地啦，龙江湖是路线。这样那龙尊的经阿片印度里亚那么大龙尊呢也是讲那位阿这样台里的波古里嘛也是被他的也是讲那位阿古多么去那那位胡地胡昌地昌么去了那讲那位阿古多么去那康那位胡修地修么去这样我们修理了这些说那康讲的阿古多么去这样台里的经阿马夏来胡沙丁沙地沙么去的说讲夏讲那位阿古多么去他那古阿那位的古阿亚乌就古呢梯队呢阿拉毛的说讲你看那个将来阿古多么皮肤说咯，伊，大家阿米话龙江的话嘞，大家阿米讲阿古多罗巴罗达阿古多的，那皮肤呢，细的阿包个的那边，慢慢罗嘛皮的就讲，那地话个呀，大家嘛，地多地大地不地好，地地他里面说东西，但细的个呢，罗罗的嘞，比如，咱们讲木话嘞。所以呢，各位的眼睛看到了这个射手员。换句话说呢，是外在的景象影像呢，撞击到了各位眼睛。说到撞击呢，并不是两者物质呢是相冲撞在一起，会有发出一些的响声，不是那种的撞击的一种现象，而是外在的这种的景象影像呢，是跟自己的眼睛相会在一起的时候。假如当下呢，各位没有提起正念，你立马就会呢得升起的烦恼。这烦恼也许是贪，也许是嗔，所以各位呢是在以自己的正念呢加以守护六根门的情况之下呢，烦恼就无法的升起的。说到这里呢，我们的这个顺龙禅法的所谓的祖师，也就是居住在于是缅甸的缅甸地区的顺龙大长老，他过去呢也有告诉我们一则禅法的道理。他说呢，当我们的心呢只专注在于出息入息的时候，好比各位行者在打坐的时候呢闭下了眼睛，所以呢各位在专注出息入息的当下，各位的眼睛并没有看
其他的射手员，耳朵也没有到处去倾听这些的声音，鼻子也不会到处的去嗅这些味道。而各位的在打坐的时候呢，各位的舌头也并没有在品尝了这些的味道，而各位的身体也时不时去接触，也并不会有这种的现象。所以当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的五根门是它是安全的，因为是我们的心，透过我们的心在专注出息入息的时候，我们这五根门当中烦恼就没有办法入侵了。我们的意念呢，保持在关照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同样守护了自己的意门，意门当中也依然不生起烦恼。四股听听的情况吗？听听你的拜的比如跟着巴黎沙比吗？大西巴的我那个听听的有听听的看吗？不比如一级中的路所有的欧山的拜的比如巴黎沙比吗？亚塔的这个都没有西巴的这里这个都没有啊，那边有几年对不对还没有离去把门不然啊破壁把门就你要有个离的多了高你不能离的多了高有个离都有出比如等你亚的马路他的巴黎艾利有个离都有个把他妈的有个你在被他的有个离去把门独立啊有个到哪被他的有个离去把门他的亚的有个到也是被他的有个离去把门他的有都有个谁不阿古都没去好听听的路比如标路亚巴黎巴黎路都是说不再碰他的心你不再搞哪有没搞哪有搞就是他有就没他有有完了没比如标签阿片比如马的亚路比巴黎哪个那边湖南地震湖南标地不标湖哪趟你的浙江哪趟你的浙江那边阿古都的皮的巴黎也是亚那边湖基金地基金湖啊苏三年大苏三年比如西面苏金阿古都的那边巴拉的巴黎爱路牛阿拉也是的那那不然呢背了钱阿片阿古都的呀太了平时呢是年前母家的谁过来呗听听啊要的啥路比如都没说印尼的勾搭抓住印尼的听听见上小金吃的路比如用家路来吃巴黎。我们要守护一根门的部分而言，那就是有一则的譬喻呢也有这么说的。这譬喻里面呢就是有提到的是有三个人偶，也就是呢是我们的这个木雕的或者是玩具，也许是它是一个猴子像，也许是它是一个人像。三个玩偶呢是有哪些的表情呢？第一个，这个木雕的这个人的玩偶呢，它是捂着自己的嘴巴。而第二个呢这个木雕的这个人偶呢，它是堵住自己的耳朵。而第三个木雕的这个人的玩偶呢，它是闭住用手自己的眼睛呢捂住自己的眼睛。这是表示了什么意思呢？假如一位修行者呢，我们张开嘴，我们并没有呢就是加以提起正念到处的来说话的情况之下呢，影响到各位的内心，内心里面呢因此而会起烦恼的。所以呢是第一个玩偶呢是他捂住了这个嘴巴呢，这代表是说修行者呢是不要到处的来谈的这个言谈。而第二个呢是捂住自己的耳朵，修行者呢各位的耳朵虽然是非常的充耳各位不要到处的去听，会影响各位的内心的。所以呢就是各位就是以正念来守护自己的耳根，眼睛修行者也不能到处的去看，影响各位的内心的。所以呢这个譬喻里面呢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是说，我们只要守护好自己的嘴以及耳朵以及呢还有眼门的情况之下呢，同时也就是等于守护了自己的一根门。录音我不听啊，那么的听的我龙卷听的也没出来看嘛，录音我偏比较内求啊没出音。尤其第二路阿头的尤其不过啊，阿古都奶奶面奶哦，你话没皮薄烂没阿古都的古，那么皮薄哦，听的也话没，哎路听的也看嘛，反正听不来，是咯。
的地呢，停在那去发的。那面子拿拿下过，谁做的？那里多少桥巴？卡巴桥巴干的比较，阿古都的我们老，但的地呢，停在那去发的。还有的地呢，停在那地面里面，大部停在那当然地来龙用的，那就那边收入也蛮的。说到了这个六根门呢、啊，就是各位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当中，避免呢就是升起这些不善法，我们尽量的呢是能够可以减少、减去这些不善法。就算呢升起的不善法，我们借由正念呢，让它赶紧的消除、消弭掉。所以呢，是我们以什么来守护自己的六根门呢？当然就是呢，以正念来守护六根门。答案number 一是嘛的，这就是所谓的这部经典里面的第一个要领。number 二个罗，保证你每天有打，保证呢不得利哦。但是阿妈那个第二把呢，还有保证说那个三道钱路第六代表也把的，三道的看嘛，但是阿妈那个第二没路走路把的。好的，那么第二个要领呢，是修行者必须要去遵守的是一句巴利语，波吉尼麦迪纽，是节量而食。因为修行者呢，当他在修行的时候呢，摄取食物呢，是他要适量即可。那么也就是呢，是要节量而摄取食物。Hello， 我们的巴利马罗。你哇，扎瓦呀，南曼那呀，南曼的那呀，南威布的那呀，萨迪亚片巴利马拉西巴的，阿里鲁巴利拉西的是阿里鲁，你的天龙啊，有比呀，阿拉不东少年，不东少年嘛，外面的伊一年呢，春节呢，哎呀的苦，阿拉隔壁阿里的苦西巴的，你说看呐，春节呢，比如庙巴的，比如苏巴的，阿拉古有比呀，伊比啥会，没没有。因为也蛮就那么一些比较近啊，嘛都嘛路路，咋的？哎，你可别厉害，人家说别人好了，我来给他拿着呀。啊，保证我上到的健康嘛，一年年呢，春节比较多上钱，然后呗，保证你买点牛杂，这个可吧的。所谓呢是适量而食呢，这个部分就是佛陀也就是有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用餐的时候呢，用餐之前。透过自己的智慧去省察我们用餐的目的为何，所以经典里面呢是有提到的是尼瓦德瓦亚那曼达亚那曼达那亚那维布斯那亚，它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用餐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要这个休闲行，并不是为了要这个玩耍，那就是说各位在中午用餐的时候呢，各位也就是唱诵了一句缅甸语的一个这个受食的一个省察文，这省察文里面呢就是佛陀的这些的内容呢，它全部都含摄在这个省察文里面。各位用餐的目的清楚了解之后，透过自己的智慧在用餐的情况之下呢，各位是有做到了所谓是节量而食。阿里路双沙来看嘛，新鲜米咯，冬草呐，边疆呢冬草呐，我不能弄地垃圾，边牛来嘛，一些啊在内地的地垃圾都丢好吧嘞，阿里地垃圾那边农用好吧嘞。那么就是所谓各位在用餐之前省察，经由省察之后再用餐呐、啊，这就是我们的所谓呢是四种戒里面其中一种戒呢是衣食资具戒。一指自居戒呢，巴利语比吉亚三内德萨西拉，那么就是各位在省察而在受用这个食物呢，也就是各位持守了一指自居戒。那个乌镇啊，是个东关表妹路杀起个吧嘞？那么这个得地，那得地将我们那个印尼上天津呢，印尼上天南乌达得地呢，天津也那些吧嘞？那么那个古路。沙的到的尼亚嘛，其实东上呢，看嘛，先前比较东上那个大，边伢呢东上那片的最强大，边伢一种老马皮，然后跟牛尾讲嘛多的。我的开始一开始，我向各位行者有提到了，我今天会讲三个内容，第一个呢是所谓是念，而第二个呢是所谓是精进，而第三个呢是所谓是慧。
刚刚我在有提到说我们要守护六根门，是以正念来守护六根门，所以我已经讲完了第一个的内容是念的部分。那至于说我们在使用食物或者是在受用食物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透过自己的智慧去省察，所以我也说明了这个智慧的部分，所以最后所剩的是所谓是精进的部分。နောက်ဆုံးတစ်ခုကတော့ဒါဝိရိယနဲ့ပတ်သက်တာပါဝိရိယနဲ့ပတ်သက်ပါလေအဲ့ဒါကိုပါဠိမှာရှိတဲ့အတိုင်းပြောမယ်ဆိုရင်သာဂရိယေသူနုယုတ်တော်လို့ပြောဆိုပါတယ်好的这一部经典里面呢就是佛陀有提到的是三种内容里面最后一个内容呢是跟我们的精进呢是有息息相关的这个内容呢巴利语叫做是加格利耶努幼多加格利耶努幼多呢是要时时这个醒觉就是说对要表面是不是加格利耶努幼多是啦就是他头前慢慢干干露露前比如这边压法的还有慢慢干干露的露露的情况嘛ดูดิเหมือนแบบอีณีท้ายนี่แหละกาลานี้แหละมาณีเนี่ยญาဆိုတာနှစ်ပိုင်းရှိပါတယ်အဲ့ဒီณีเนี่ยญามาဘယ်လိုနေရမယ်ဘယ်လိုလွတ်လွတ်ရမယ်ဆိုတာကိုညွှန်ပြတာဟိုဒါသာဂရိယာအနုယုတ်တာထဲမှာပါဝင်နေပါတယ်那么时时这个醒觉的部分呢我用简单的方式来向各位行者们加以来说明哈这个时时醒觉的意思是说各位在在禅修的过程当中各位要按部就班的来进行比如说我们一天的过程里面是有白天也有所谓的夜晚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时时醒觉的部分呢如何来去应用呢我接下来向各位行者们继续的来开示ဒီတော့ဒီလိုမိတ်ပါတယ်ဆိုလိုရင်းကတော့တဏိတာမှာနေထိုင်တဲ့အချိန်ခါမှာဣရိယာပုဒ်ကလျောင်းထိုင်ရက်သွားဆိုပြီးတော့၄မျိုးရှိပါတယ်အဲ့ဒီ၄မျိုးတဲကမှာစင်ကမေနာဆိုတာဈဉ္ဉံသွားတယ်နေတိဇာယထိုင်တယ်ဆိုတော့ဣရိယာပုဒ်၄မျိုးမှာနှစ်မျိုးတဲနဲ့ပဲအလုပ်လုပ်ရမှာဖြစ်ပါတယ်အဲ့လိုထိုင်လိုက်ဈဉ္ဉံလျှောက်လိုက်ဈဉ္ဉံလျှောက်လိုက်ထိုင်လိုက်တဲ့ဒီလိုလေးနဲ့ပဲသူကတဏိတာမှာတရားမှတ်ပြီးတော့အချိန်ကုန်ရမယ်လို့ဒီလိုပြောပါတယ်时时醒觉呢就是要依靠的是自己的精进那么就在这一部经典里面呢佛陀也有提到说一位修行者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要怎么样的方式来度过呢巴利语有提到的是金根美那尼散加亚阿维整尼耶希德美希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许会做出了四种的姿势哪四种姿势呢行住坐卧这四种的姿势呢经典叫做是四威仪但是一个修行者在自己的白天的日子里面啊，白天的这个时辰里面呢佛陀就提到的是金根美那是精行或者你要精行而或者呢是尼散加亚是宴坐就是打坐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四种的姿势里面呢修行者在白天呢只能取决于两种姿势一个是行一个是坐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有些人阿南巴纳的每天阿透明所以台湾的伊利亚公家的行阿南巴纳我们的脱离的每天阿透明台湾的车四比古德马车但几比所以ဈဉ္ဉံလျှောက်တဲ့အခါမှာခြေတောင်းနဲ့ခြေပွားနဲ့ကျန်းမြေနဲ့မြေကြီးနဲ့ထိပါလိမ့်မယ်အဲ့ဒါလေးကိုထိတိုင်းထိတိုင်းသိအောင်သတိထားပြီးတော့တရားထုတ်မယ်ဆိုရင်ဆုံးလုံးနီးနဲ့တရားထုတ်တဲ့ပုဂ္ဂိုလ်များလည်းတော့ထိတာလေးကိုသိအောင်သတိထားတာကိုဦးဇင်းတို့ဆုံးလုံးဆရာတော်ကြီးရဲ့ဆောင်ပုဒ်ကတော့ထိသည်သတိလို့ဒီလိုသုံးပါတယ်ဣရိယာပုဒ်နှစ်မျိုးမှာထိုင်တဲ့အခါမှာအာနာပါနာလေးနဲ့သတိနဲ့ထားပြီးတော့ထိုင်ပါမယ်ဈဉ္ဉံလျှောက်တဲ့အခါမှာလည်းခြေတောင်းနဲ့မြေကြီးနဲ့ကျန်းမြေနဲ့ထိတာလေးကို所以各位在修阿那巴那禅法的时候呢各位是盘腿而坐所以是各位是以坐的姿势来付出了自己的精进力各位禅修打坐之后呢接下来要去精行
我们的这个孙伦大长老的他的一种教法当中，各位在进行的时候呢，各位的脚只要有接触到地面的时候，所以只有这个触的时候呢，各位要去知道，要去了知。所以呢，是他的一种进行的口诀里面呢，是第一个是触，而第二个是知，知是要去了知，而第三个呢是所谓是要有正念。他的意思是说，以正念去觉察你脚的跟地面的接触，而你要如实的去了知，这个叫做是触以及知，还有第三个是正念。对，你要把钱卡在路前，那时候别阿罗钱路都买白马的，都买阿罗拿油叫做姑奶先比的路，姑的婆也白奶马的，姑奶那木拿里呢，要把钱白家把没。走了。哎，罗巴他妈的钱嘛，你要把。要不然就是困难老板你怎么来把门困难一样你先拿一股拿一车拿一老体把他妈把你去把的而你娘也把他妈把你来呗所以说你路呗一路也不能有呢新娘多来台来台来新娘多来呢哎路没有一路也不能有呢这里他比如这里没落昂就是他比如阿托尼亚嘛去把的。所以一位修行者呢，在他的白天的过程当中要时时醒觉，就是依自己的精进力呢，或者打坐或者精行来度过白天。至于晚上的部分呢，我就把晚上的时辰呢分为三个阶段来向各位行者来说明。那三个阶段呢，好比如说到晚上的七点开始吧，七点、八点、九点到十点啊，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叫做是初夜啊，这个我们夜晚的最初的一个阶段。在初夜当中，一位修行者呢要怎么来度过呢？同样的，你或者精行或者打坐来度过了这个初夜。啊，你要也把他妈玩去吧嘞！你要独立啊，玩你要来玩，都来玩，来玩家嘞，看见了哥啊，哎，一些哪有钱去吧嘞？看那个西拉嘞，看见了看那个也，别们不鸟鸟不比不，啊，哪有不来玩，都要吧嘞，哪没有呢？这个是阿托尼们是路线，那边看那姑妈阿爷呢，表呢，比如他们姑妈阿呢，比如那边都罗讲都阿托姑去办嘞，大家看那姑在那边边嘞，比如阿皮店，阿皮店办没，都罗讲罗姑出来，比如阿托尼哦，阿皮店嘞钱干嘛？钱姑咩说别个，你人家也来办姑陪他办嘞，人家来办嘛咯，刚刚我们一些哪有办没？啥的哪一，啥的哪一的钱那钱。东街一楼梯上坐啊，哎，多么来呗，连那一楼梯，哎，一些哪有啊吧没？一些哪有的情况嘛来呗，六六这边一大米油嘛撇啊，好，你说别个咯，一不一米的嘛来呗，那地段不是伢子的，那那地样的爸爸的，那地段不是伢子，那地呢偏伢呢哎呀吧没，哎，情况嘛他没说的，地这个地步没看那个，谁他妈切比如。那经过了初夜之后呢，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的夜晚呢，我们叫做是中夜。在这个中夜的时候呢，我们当为一个修行者就要去休息，要去就寝的时候了。如果是一位修行者就在中夜当中都没有去修行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的精进力呢太超过的情况之下，也会影响各位的体力不足，也没有办法呢，就是这个发挥自己的体能的体力的情况之下，也会影响各位的禅法的进步。所以佛陀呢是对一个修行者而言呢，是他许可说在中夜的时候呢就能够可以给予休息了。那么中夜的时段或许是从十一点开始算起，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到三点，各位可以呢是休息四个小时。可是在休息的时候呢，难道是我就是很放纵的方式就这样子直接入睡吗？佛陀并没有这么样的指示。我们在经典里面有看到的正念正知巴利语 Sati Sampajanya， 各位在要就寝的时候呢也要有正念，甚至各位要入睡之前，各位心里面呢先所谓的预定一个时间，说我将在第二天的早上几点就要睡醒，各位先必须要有所谓的预定时间，
这代表是各位在修行的这个入睡的过程当中是有保持有了正念正知，所以各位在就算是休息的这个入睡的时候呢，也不离开自己的正念正知。呀呀，你今嘛来玩呀？伊第二呢，第二咱们不玩不就玩不？就多少公里的个五里啊？但阿公呢，不过伢咯，本来说说，本来就没有看，都哪一道在那查完的？就这了来呗，都哪一道说说呢？第哪一道给查查完的？哎，就都哪一？第哪一道查比的清卡嘛？你来看清卡呢？伢也不他妈问清卡嘛？你的路呗，伊里阿婆那没有呢？来抬来，新年烧来，新年烧来，抬来呢？还有个五里啊呢，得地股，阿三比着得地股，伢伢哩钱比比着新得地呢，老得地新钱呢，老钱三米洋路，那就是阿头当皮巴嘞。每个修行者的，他的精进的力量呢是不尽相同。也许有些修行者呢是他预定的一个时间是明天早上三点就要来。起床，而有些行者呢认为三点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呢是他们的预定的时间是四点。无论是如何，在睡醒之后的这个阶段，也就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的末夜，夜晚的最后一个阶段呢，必须也采取用两种知识来度过。陈鲁刚刚所说的，或者是打坐，或者是惊醒，一支香惊醒，一支香打坐来度过了所谓的末夜。好了，所以呢，那么从一切打比丘嘛的，那么从一切古见里头，你看你就多买所以呢，你呢伢快把门，你也把他麻烦，你的你的路呢，伢也把他麻烦，那我们呢，所有万物，一里也不能没有呢，新年多买，新年多买台买，新年多买，新年多买台买。伊里亚布那米乌奈呗，伊米耶塞格里布，台内伊里亚布格里啊，那旁边嘛塞格里塔，比如温里温曼迪，托里托曼迪，温里迪托里迪，那旁边嘛西提多阿拉里乌迪啊，格里塔比如台内伊里亚布奈，前个阿东比巴梅，前个啦奈奈鸟那路伊里亚布那米乌奈，鸟梅雷梅斯路西奈呗，新年多阿拉伊里亚布嘛，七五阿奈七六奈米吉奈前面奈七阿里乌迪啊。离他比较离吧没，哎呦，你们离比较，人家来外嘛，一直在干嘛？来外在离边呀，不咯？一直哪有嘞？都是喏，大姑娘说别个，啥个里呀？你有多？我们某某屋里呀呢，就是阿头的，这里没落到屋里呀呢，就是阿头的，比如每段五斤七八嘞。所以最后一个要点呢，就是有提到的时时醒觉的部分呢，我在这里呢是要作为一种概念性的来向各位来说明的话，我们一个修行者呢是他的白天一整个白天加上所谓的初夜，还有呢是加上一个修行者的末夜，这三个时段内呢就是要提起自己的精进力，或者精行，或者来打坐度过这三个阶段。那么包括呢是在中夜的时候呢，各位在休息的时候呢也不离开自己的正念正知，所以在白天初夜跟末夜当中，各位如何来精进呢？就是来自己的心呢、专注在自己的鼻子的出息入息，气息接触到的时候呢，这个触的时候各位要如实了知，所以各位必须要有正念。所以我们的这个禅法的要领有提到的是触知要有正念。各位在打坐了，经过了一个小时，也许呢身体有了一些的疲惫，各位要去惊醒。各位要去惊醒的时候呢，各位的脚只要有接触到了地面或者是地板，触到各位要知道，触到之后要去了知，也要有正念。所以在惊醒的时候的它的要点口诀也叫做是触知以及是了知。所以呢，一个修行者在白天初夜跟末夜当中呢，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度过他的这三个时段，包括在中夜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呢，也要有不离正念，也要有预定时间，说到了第二天几点要睡醒。这代表是什么呢？这代表是这位修行者呢，是他保持有了醒觉，
这是第三个要点。好的，所以呢是这部经典的它的一个重要的概要呢是只有三点。第一个呢是守护诸根门，守护诸根门呢各位要必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正念了。那么就是依自己的正念呢，要守护眼耳鼻舌身意，避免从这个六根门当中升起的贪以及是嗔烦恼。那么那个罗我是你们的女士啦，出的片啥的到的你啊嘛，我有位没还有秘密路一些有啥下午的卡嘛，来了一些有啥有东朝的卡嘛，啥的到的钱卡嘛，马路啊的路一些有啥有东朝的啥的到的哈，啥的到达达你看那个地球喇叭我电台我啥的嘛，我都罗网路过都那样啥的天涯巴的东朝木牛的东朝巴没。好的，第二个要点呢叫做是节量而食，这个、部分呢是要端赖各位行者的智慧。虽然是经典里面呢是以这个受用食物为主啊，当然各位在使用物品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呢是依靠着自己的智慧去省察各位使用这个物品的目的为何，各位受用这个食物目的为何。我们受用食物目的呢并不是为了要滋养自己的色身，并不是让自己的色身更加的美丽，而是为了要能够可以的修行而受用食物。所以各位都加的端赖自己的智慧来加于省察。那么东萨格里亚你有大家的你有你来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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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经常多见，太阳伊里亚公那牛那边，前后绵绵的冬夏比较，慢慢看看就是阿特不言，人家真是罢了。第三个要点就是呢是保持所谓呢醒觉，各位一个修行者的白天或者是呢是初夜跟暮夜当中呢，各位就是以打坐精行的方式来善用这个时间。就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以两种的威仪坐以及是行的威仪来度过这些的时间点的话呢，这代表是保持有了所谓的醒觉。第一个中间呢一种的流光的流光的仪有几年啊阿那巴那跟巴坦我那时候来看比如说话题其实恰恰到的地巴坦的呀的秘密物这是来讲，就比如话题就是，第一个中间的一种的，第一个中间的你，啊，老老的熟悉，然后阿龙也一般的，反正就是那边像那个亚南的、满干的、亲戚的，比如介绍别个娘家的，就是说叫有几年那边跟他们阿叔阿叔，比如老辈老老，第中间的你，老人家房子，如今阿伯这个带动这个表家来办的。所以各位呢只要能够可以遵守好这三种的要点，无论是各位修安那班那禅法，无论是各位修四念处的禅法，只要有自己有具备了这三种要点的情况之下呢，各位在禅修的过程当中啊，究竟能够可以得成功成就的。今天这一堂课呢，我针对于各位行者来给予加油打气的，也就是呢给各位呢是鼓舞鼓励的。那么说到这里呢，就是这一堂课呢，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稍。